让他以这个最快速最便捷的方式可以回到金门去。那所以我们觉得说这个小三通这个交通工具其实是很重要的，它可以就是像很多台商啊或者金门的同胞，假如在厦门突发情况，可以很快速的回到金门或者回到台湾去。到金门以后，金门红十字会协调我们那边的医院，我们的医院来做一个，目前为止那个我们的救护车，救护车跟医生跟护士都已经在码头待命了，他一到的话，忙救护车忙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做更进一步的治疗这样子。我们设置专门的采样方式对它进行采样，在保证正常采样手续流程完成的情况下，最大的给台胞提供了便利，然后能够方便它顺利的登船返乡。